你看，你看，看跑多快，看，咋的？这是小老大，看跑多快，厉害不？啊？今天他们几个都能出来玩了啊！小老大，啊，又加入拆家组合，啊，小老大算是出图了，是不是？看看，啊，他们几个，我跟你说，这帮小狗，你一说放出来，我估计啊，他们几个都能出来，都能出来嗷嗷聊，啊。小五也能出来跑，啊，小五没事儿，小五现在挺好的，家吧，啊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们啊，咱们先点赞后观看啊，养成一个好习惯啊，谢谢大家伙儿啊，小五啊，小五现在也非常好了，看不看见？看不看见小五？小五现在也非常好了。我把他们几个放一堆啊，你们看着啊，小五现在也非常好了，看不见啊，太能站起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咱看这个啊，咱把他们几个全部都给放出来，全部都给放出来啊，我把他也放出来啊，小老四也放出来。好，你看小五走的，看看看小五。啊，好，小老三也放出来啊，今天咱都出来溜达玩。好了，家人们，他们终于可以走道了啊，拆家大队家人们重组了，看不看着，看不看着啊，咱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啊，看小五啊，你看小五，小五，过来呀，过来呀，过来呀，小五，来来，你们几个一堆就好了，他们几个只要在一块就好了，知道吧？不在一块他不敢走，在一块互相能看见就敢走了，啊。四只五只啊，这会宝宝都漂亮。看看看，都出来溜达来了，都出来溜玩来了，哎，都长大了，家人们，这才几天啊，啊，一个月还不到呢，家人们，这狗都会跑了，你看看，啊，你看看，嘿，这小伙子又随地大小便，嘿，我非得给他一巴掌，啊。这小伙子又随地大小便，啊，哪个是小五？我给你看一下子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咱家哪个是小五？今天呀，给咱们家这些狗子给他们加羊奶粉了，家人们，啊，给他们加羊奶粉了。哪个是小五呢？这个是小老四，看走的利索不，老四。这老四多高兴，看看老四多高兴，多开心，看看开不开心。这个是小五，家们，这是小五，看见了吗？这是小五，那小老大，那小老三，那小老二，那小二，这是小五。找老爷了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找老爷喽，快来，真好看，一个个的小五好多了啊，老爷给小五后腿和前腿一起回拢，往回拢一拢，他现在一直都在回往回拢，一直都在往回拢，家人们，啊，小五好多了，小五能走了，老好了，小五，呀，这怎么都找他四舅爹了呢？都过来找四舅爹来了，看看，
你看那小老大，那小老大开始找妈妈要奶了，妈妈现在不想喂了，妈妈不想喂奶了啊。小五就是晚走了几天，你看看你虚惊一场。其实并不是我虚惊一场，家人们，不是我虚惊一场，你没看他的后腿跟别的狗都不一样吗？你看他后腿你就知道，你没发现他往外劈吗？你没发现他往外劈吗？不是我虚惊一场，而是所有的大夫都这么说啊，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，知道吧？就是给小五看病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啊，他是一个平胸，你看家人们，他总爱滑倒，知道吧？他总爱滑倒，他的腿是往外劈的，外八字，知道吧？你看他们几个啥样？哎，你看他们几个啥样？家人们，啊，看不着？你看这小子啥样？看这个，看这个啥样？看这个，看，啊，这小老大是不是家人们？是不是？他还是差了许多，知道吧？你看这小狗，你看后面这个腿都能跑了，看着了吗？你看小二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小狗要跑了，你看小，你看小老大要跑了，看啊，小老大长得好看啊，小老大长得好，都过去找那谁去了，找腐妞去了，他们几个都过去找腐妞去了，看不着啊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啊。家魔怎么发现一件事呢？我感觉我家腐妞好像怀孕了呢，啊！我感觉腐妞好像是怀了呢，隐约的感觉。嗯，我怎么感觉腐妞像是怀孕了呢？啊！我感觉腐妞这个扣怎么有点变粉了呢？这腐妞这个扣是不是有点变粉了？好像是，是不是？那腐妞不会是又怀了一只吧？啊，俺家大腐妞不会又怀了一只吧？带上了，这隐约的现在有点像，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快已经一个多月了，知道吧？腐妞怀她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，啊，嘬一口看有水不？让谁嘬一口啊？啊，你说的对，啊，你说的对，咱让小狗子嘬一口，看看有没有奶。来来来，开饭了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快来！啊，开饭了！这个吃这个，这个吃这个吃这个。哎呀，腐妞啊，你看看谁也没让你喂奶呀？你说你咋这么主动呢，腐妞？啊，我一说让腐妞喂奶，那腐妞咋这么主动呢？啊，老四，你说你也想吃奶？啊？你也想吃奶呀，老四啊？这家腐妞咋真主动呢？腐妞啊，啊，腐妞喜欢孩子，哎，腐妞喜欢孩子啊，看着，你看一说让腐妞喂奶，那腐妞老高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保姆，保姆喂奶了，看看，吃了，来，呀，这没有奶，是空的，空的，这里不是空的。看看看看有没有奶，看看有没有奶，看香不香，看香不香。你在这做 B 超，磨孩子个个眼睛亮亮的，虎妈想当妈妈了，腐妞想当妈妈了，嗯，腐妞想当妈妈了。哎，看啊，哇，能不能缩溜啊，能不能缩溜两下子。老大老大，你喝不喝不喝，是不是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对，缩溜缩溜缩溜，使劲裹使劲裹使劲缩溜，对，使劲缩溜，快看有没有奶。哎哎，好好好，腐妞缩溜的，这个腐妞缩溜的没有味道，小狗不吃。它不会真有奶吧？啊？这家小五也来了，俺那小五也来了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大腐妞啊！快小小四，小四，老四也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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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看腐妞啊，给腐妞说的够呛。老四也来，快，老四也来，快，老四也来！操！他不会真说得出奶来了吧？啊？
啊。哎，别闹！让我看看有没有奶，我看看这好像他妈有奶呢，是不是有奶？哎，你们几个别抢！哎，你们整错了，整错了，是不是有奶呀，腐妞？腐妞不会真怀孕了吧，家人们，腐妞啊！行了，别裹了，好了，别裹了。你让我你给我看看，大哥，别裹了，别裹了，腐妞没奶，你看看这帮狗子不听话是不是？腐妞没奶，我看有没有奶，我看看，我摸摸，我摸摸，这刚刚这裹啥呢？这没奶呀，你们几个说溜啥呢？这一顿给说溜啊，这一顿给说溜啊！我看给腐妞说溜的，我看给腐妞说溜啥样了？我看腐妞，喂，来，腐妞，我看看来，我看啥样了？我看啥样了？腐妞，来，坐好，你躺着来，腐妞坐好了。这帮狗子，这干啥呀？这给腐妞都说溜红了。这都说溜纸了，干啥呀？这帮孩子真不懂事儿啊！你们这帮孩子真不懂事儿啊！你瞅给腐妞整的，哎呀，保姆不好当啊！这家伙，家人们，什么是吃奶劲儿？家人们，什么是吃奶劲儿？这就是吃奶劲儿啊！家人们啊！这吃奶劲是真厉害呀！我算是了解了呀，这帮狗子是真要命啊！啊，他们几个是真要命啊！太过分了，你太坏了！我不寻思看看他们几个喜不喜欢吃吗？没想到他们几个还都喜欢吃。腐妞本身没有奶啊，我就试探一下子，看他们几个喜不喜欢吃，知道吧？但是没想到他们几个还真就挺喜欢吃，他没有奶他也喜欢吃。啊，哪个小狗的小小腿儿？那个小狗的小腿儿没事儿，它没事儿，腐妞能站起来，家吗？啊，那个它这是俺家小五，小五能站起来了啊，家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子啊，小五现在进步非常大，老铁们，小五现在进步非常大啊，它现在有点不太愿意站，你知道吧？它可以站起来，你看它可以站起来啊，看小五家们看着吗？他可以走，他可以走，小五肯定是可以走的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啊，老铁们，欢迎大家伙啊。不要打仗了，别打仗了，啊！迷窝，你又偷我东西是不是？这小迷糊蛋子真的了，我真得打他一顿。又把我胶带偷走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我揍不揍他？啊！这小迷糊蛋又把我胶带偷跑了。家里面有需要压缩毛巾的啊，咱拍单压缩毛巾啊。压缩毛巾9.9元20个，19.9元50个，29.9元100个压缩毛巾，啊，家人们，咱家压缩毛巾29.9元100个，19.9元50个，啊，9.9元20个啊，拿来，操你哥，你一天跟个精神病似的，你，啊，你这一天跟个精神病。啊！我非得削你两下子，那小迷糊蛋子又偷我胶带。猫搬家了，家人们，猫搬家了，真让你们说着了，家人们，昨天真让你们说着了。花卷子搬家了，他从下面搬到上面去了，怎么整也整不下来了。花卷子，我给你看看啊，家人们，大伙先点点亮，老铁们，咱直播间3000多人啊，咱点点亮。花卷子搬家了，我今天早上一起来，你猜怎么着，家们？我今天早上一起来，花卷子把这窝不正常在这个地方吗？花卷子昨天晚上一宿把猫仔全搬上面去了，
哦，这个窝没搬上去，我一看花卷全搬上面去了，我就把窝给他们搬上去了，花卷子，因为你天天弄它嘛，我估计跟那个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我估计跟它没有关系，我猜是怎么事儿？咱们因为昨天这东西它掉了，知道吧？昨天这个东西它掉了啊，它掉了，老大看见它了，啊，这个东西它掉了，老大看见它了，所以它搬家了，我估计跟我没啥关系。知道吧？花卷搬上面，它不想下来了。我给它今天挪下来了，它又拿上去了。我怕小狗从上面掉下来，知道吧？其实它搬上面是没事儿啊，它搬上面没事儿啊，就怕小猫就是稍微大一点爬出来之后，从这个窟窿里边再掉下来，知道吧？再摔着，别的倒是不怕。花卷子不能老动啊，咱放，反正放上面挺好的，没事，咱不用管它了，放上面挺好的啊。毕竟他们几个现在还小。啊，迷糊，你又偷啥呢？你又想偷啥呀，迷糊啊？他是自己搬的，对，他自己搬的家了，行吗？花卷子自己搬的家。石榴过来，石榴来，你给花卷吓跑了。以后你别碰猫咪了，别碰猫孩子了，跟我碰没关系，知道家吧？我碰也没事儿。啊，是因为那个地方开了，老大看见了，知道吧？他搬家了。啊，之前他可能有点感情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他给搬家了，知道吗？我一会儿给咱们家狗，他给他们加羊奶粉啊。今天晚上我给他们几个加羊奶粉，老铁们。啊，我今天晚上给他们几个加羊奶粉，欢迎大家伙啊！家人们，你们有想买压缩毛巾的，你们可以拍一张咱家压缩毛巾。咱家压缩毛巾，家人们。9.9块20枚，19.9块50枚，29.9块100枚每一个压缩毛巾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，每一个压缩毛巾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，家们啊，打开之后是24厘米乘以30厘米，嘎嘎好，老铁们啊，现在这活动价嘎嘎便宜，家们想买压缩毛巾的好朋友们啊，待会儿可以拍一单啊，吸水效果老好了，看看，吸水效果老好了啊。19.9块50枚，29.9块100枚，啊，家们，29.9块100个啊，家们，吸水效果老好，上面有一吸水因子，而且是一个加厚的啊，买贵我给你包退，老铁们，这压缩毛巾啊，买贵不给你包退啊，24厘米乘以30厘米的啊，有需要的好朋友你们可以拍一个啊，羊奶粉还有吗？羊奶粉现在没有货，家们，咱羊奶粉没有货啊，孩子们饿了，他们现在还行吧？我看他们几个愿不愿意吃羊奶粉。啊，我看他们几个愿不愿意吃，怎么都回来了呢？啊，好用。我看福妞，福妞没出血吧？等会儿我看看。哎呀，这家伙！行了，别说溜了，别说溜了，都给舅妈说溜红了。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们几个，我看看没出血吧，福妞。哎呀，这家伙给整的！不行，抹点药膏吧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看看，这把小狗给说溜红了，看着都出血了，没出血，家人们没出血啊，就是红了，就是稍稍微有点红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出血倒是没出血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。我看看出没出血，我就怕出血了，别再感染了之类的。这帮小狗子劲儿太大了，老铁们，他们劲儿太大了。老四，你跟你媳妇搞对象，能不能找偏僻的地方啊？老四啊，你跟你媳妇，你俩搞对象的时候，能不能上偏僻的地方？能不能回屋啊？大庭广众之下，老四，你是真不怕啊？真不怕人笑话你呀，老四啊？啊？镜头一晃，迷糊了。都出血了，用碘伏擦擦，没出血啊，家们。给腐牛整的没有那啥了，给腐牛整的没劲儿了。我看腐牛没出血啊，我给你们好好看看，家们啊，他这没出血，就是裹红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裹着一个草莓，知道吧？看家们，看这块儿，给裹红了，看见了吗？啊！哎哎，大哥怎么又裹上了呢？不能裹了，看见了吗？没出血，就是红了，充血了。要是小狗如果要是咬的话，能咬坏，家人们，它这不是咬的，它就是裹的。都是你的床，是你爱上我。
16好丑。你16再丑的话，你老四喜欢。家人们，16再丑的话，我四哥稀罕。知道吧？我四哥稀罕就没事儿。啊，我四哥稀罕就行。啊，不用别人谁稀罕，我四哥稀罕就行。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老铁们，你净瞎弄主播。我就寻思刚才看看他们几个吃不吃，知道吧？他没有奶的吃啥呀？家人们，他不没有味儿吗？他不没味儿吗？我寻思不能吃呗，知道吧？我不试试吗？结果他们几个都去抢，他没味儿他也去抢。小五怎么样？小五现在能走道了，家人们啊！小五没事，来，来来来，小五来，小五坐起来，对吧？给小五加盐了，加盐了粉，家人们啊！家人们，你们有需要咱家这个鱼油的啊？咱家深海鱼油啊，家人们啊，可以说家人们谁家鱼油都没有咱家这个便宜，老铁们啊，咱家是给你们发两瓶啊，性价比特别高的鱼油，家人们啊，别人家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，49块钱两瓶，家里有狗大量掉毛的啊，家人们啊，鼻头不黑的，大量掉毛的都可以排鱼油，深海鱼油49块钱两瓶，再给小五做几天康复训练。小五现在每天都给他做康复训练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你总舔老大的耳朵呢？起来，你起来，耳朵没事儿啊？你看看，你起来，你别舔他耳朵干啥呀？啊，这耳朵是不是坏了？这耳朵，起来我看看。这你总舔他耳朵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就想纳闷了，老大这个耳朵里边到底他妈有肉啊？啊？这个老大耳朵舔的，你看这边上给舔的舔红了都。这里边多干净啊！我不想知道老大这耳朵里有啥呀？我看那个耳朵，你别舔了，行不行？挺干净的，还是有问题，要不能总去舔。它咋回事？我看这面，我看这面，我看这头有没有事儿？我看这面这个耳朵，别动，我看看。老大，别动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带老大去看看去吧。这耳朵为什么他们几个总想舔呢？他们几个还总想舔老大的耳朵，别的耳朵不舔，总想舔老大耳朵。尤其是俺家 Seven 啊 ，Seven 可愿舔他们几个耳朵了。鱼油拍一发两瓶，家猫咪狗狗通用啊。这款深海鱼油，猫咪狗狗都能用的深海鱼油啊。有需要鱼油的好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拍单鱼油啊。Seven 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一瓶是60粒，一瓶是60粒，总共是120粒，家人们啊！吐了，我把这地方擦一擦。啊，等会儿啊，老大在那喂奶呢，你们在那看一会儿，一会儿我给小狗子加，今天晚上给他们加羊奶粉，兄弟们啊！咋还咬耳朵呢？先把老大关起来吧，又舔了，又舔耳朵去了。没事啊，我看老大耳朵没有什么问题，我明天带老大上医院里面检查一下吧。我看他耳朵怎么回事啊？我因为我看他走四。啊
我明天再马上去看看你啊，家吗？因为老大的耳朵吧，他之前得过耳螨，知道吧？他哥之前得过耳螨，现在老大耳朵好了，啊。你说能不能有没有可能耳朵里边有问题，比如说里边有什么东西啊之类的。但他耳朵非常干净，家人们，老大耳朵非常干净，我每次给他洗完澡之后耳朵都给他擦的可干净了。三万你别整，他每次整的时候耳朵给他整都可干净了，知道家人们，他耳朵里边啥也没有，知道家人们，你看家人们，看你看里头，你看里头，你看里头，你看往里边看，你看啊，回头给他检查一下子，家们啊，肯定有问题。狗狗最敏感啊，回头给他检查一下子。哎，怎么少一只呢？啊，怎么少一只呢？你看又吐了，又给吐了。哎，来、哎，等会儿啊，找老四，找老四，老四，老四在这儿呢。啊，老四在这儿呢。咱家这个鱼油，家们啊，有需要鱼油的猫咪狗狗都能用的深海鱼油，家们拍一发两瓶，家们，咱拍一发两瓶啊。缓解掉毛，鼻头掉漆，而且吃鱼油还可以提高狗狗免疫力啊！买对包退啊，鱼油啊，一共120粒，发两瓶。哎呀，那天忙活完了，猫还不会跑呢。猫要会跑啊，我跟你说，这猫要会跑啊，我更忙不过来了。啊，猫还不会跑呢，这家伙，是不是？小五好了，家人们，你看小五现在走到特别利索。小狗卖吗？你们想买小狗的话，待会儿可以私信我一下子啊。老大耳朵肯定有异味，你们想买小狗的话可以私信我一下子啊，家人们啊。老大过来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过来，我把老大关起来吧。老大过来，老大来，走。不，等等等会儿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小狗，我给他们加点奶粉，老铁们。啊，老大享受呢。老大来，老大进来，老大来，老大进来，老大进来，老大。老大不愿意进来，你看，老大不想进来，耳朵壁还是红，好些天了。哎，他耳朵没有什么事儿，因为我确定过好多回，你知道吗？小老大这个耳朵，我给他确定过好多回，啊。因为老大这耳朵之前得过耳螨，知道吧？好了之后，就是他们几个就愿意舔他耳朵，啊，咱家狗子他们都没有啊，他们谁的耳朵不舔？你看老四的耳朵也，你看老四耳朵他们也不舔，你看家人们，老四耳朵也不舔，看到？嗯，腐牛的耳朵，腐牛耳朵之前也有耳螨，也是他们也总舔啊。你看老大耳朵，他们也总舔。Seven 的耳朵 ，Seven 的耳朵就没人舔。你看 ，Seven 的耳朵就没人舔。小明的耳朵也没人舔。小明耳朵哈，你看小明耳朵他也没人舔。啊，哪个是老五？这个是老五，这个是俺家小五。小五，谁要怪小五来？小五，我明天带小老大去看看你家吗？啊，我看看去啊，没事，待会儿我不用担心老大。啊，我看具体怎么事儿。知道吧，你家小狗卖不，咱家小狗的话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私信我家嘛。私信我，咱家只有老二和老三了，别的小狗都已经那个定上去了。啊，跟你说哪个是小二，家嘛啊，咱家小狗是那个这个啊，这是小二，家嘛，大脑袋公狗小二。然后这个是小老三，老三呢，这是小三，小老三是母犬啊，家嘛。啊，小五好了，小五现在能自己走路了啊，看看小五。来，小五。他现在还不是特别利索，家们啊，看不着，可以自己走了啊，没有打自己家的狗，多少钱一条？你们私信我家们啊，想买小狗的话，你们私信我就可以了啊。
对，因为咱直播间有好多朋友们，就是想问价格，就是想啊，就是想好信儿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们要真诚想买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私信我。啊，小五流，你看又缩溜腐妞，腐妞你跑啊，你过来腐妞，你倒是跑啊，你才给腐妞缩溜的。腐妞你这么得劲儿啊啊，你让他们几个缩溜得劲儿啊，你咋不跑呢啊，腐妞你咋不跑呢你啊，你让他们几个缩溜。月嫂坐着。这月嫂真是的，月嫂真是啥真能整。这月嫂。啊，我今天给他们加点羊奶粉。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。你们想买东北石板大米家吗？啊，咱家东北石板大米58块钱十斤啊。咱家东北石板大米产自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啊。然后呢是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。你们听过响水大米吗家人们？咱这碗大米焖出米饭特别香。啊，想买好米的家人们啊，想买好米的，咱家那个大米比你们买那个某花香还有好吃，知道家人们？想买好米的，你们可以拍一单咱这个大米啊，我这个大米卖了3年多了，全都是好评，家人们啊，就是简单包装简易了一点，所以便宜啊。如果有一个好包装的话，咱这个大米能卖到100多，知道吧？想买好米的话，你们可以拍一单。对，我们是牡丹江的啊，我们这是牡丹江的，家人们啊。出血后会发炎，要吃药。他那个没出血，老铁们，腐妞这个没出血。刚才我看了，他就是让他把小狗给裹的，就像裹出个草莓印似的，知道吧？我给你们看看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我心里有数，知道吧？你看看，我不能摸啊，家人们，我不能摸，看不着，就像说裹出一个草莓似的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？就像草莓印似的啊，没出血。你这出血的话不得咬坏了吗？嘎个口吗才能出血吗？知道吧？哎，他这就是裹了缩溜坏的啊。牡丹江怎么没见过你呀、啊、我们在牡丹江就小网红，俺们是个小网红，知道吧？宠物主播上不了什么台面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大伙都不认识，很正常，也上不了同城，知道吧？在同城有的时候也没有，咱也不上热门啊。对，木耳有吗？木耳的话，你们可以问问那个咨询咱家客服，老铁们啊，可以咨询客服啊。嗯，腐妞抑郁了，腐妞抑郁了，看不着啊？看看，腐妞抑郁了一下，包子也疯了，你看包子都已经好几天没看着媳妇了。家们，那大包子都已经好几天没看着媳妇了，包子都不会吱声了，哈哈！包子，家们，你说俺家包子憨得乎的，好几天没看着媳妇了，不高兴了，笼子不让进，让人家花卷子给撵出来了，猫，看不着？包子也拉了个脸啊？为啥呢，家们？因为他媳妇生孩子了，俺家花卷子嘛，这不在这儿呢吗？家们，花卷子上面喂孩子呢吗？这不是，看见没？啊，一共是咱花卷子一共生了是4只小猫咪，知道吧？然后花卷子不让它进来，花卷还总爱挠它，看不着？看不着？1、2、3、4只啊，花卷子也不行了，也不让进来了。包子现在基本上是无家可归了，啊，包子也基本上跟小迷糊一样啊，要快进孤儿院了，无家可归了，没人爱了，媳妇不爱，妈妈不疼了。啊，包哥此时不看何时看啊，咋不把花卷子门关上呢？花卷子搬上面去了，没事儿。花卷搬上面没事儿，家们知道吧？啊，这把狗够不着他啊，所以我就开着习惯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总去给包子添水啊，给包子整吃的呀，家们知道吧？所以方便一点，他们几个够不着他，没事儿，谁也上不去，被撵出来了花卷子。哦，我看他水好没好啊，我给他帮小狗给他们整点羊奶粉喝。还是有点热，这个水还是有点热。啊，开饭了，快来。开饭了。
啊，快去冲奶吧，你把包子抱过去看看，你把包子抱过去，包子也不让他，花卷不让他看呢，花卷不让他看，他不敢上去啊。包哥一脸困笑，他不敢上去，是不是？就跟我四哥似的，啊，俺家包子，俺家包子现在就跟我四哥一样，啊，地上凉，冲上就凉了，感觉有点热，知道吧？我感觉有点热，冲上他来，我给他们冲点儿，我给他们几个冲点啊，他们是头一回喝羊奶粉啊，咱把这奶粉给他们冲上。啊、哦，看看这多少度，不行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水温还是有点高啊，不行，不能冲啊，不能冲，它容易把营养破坏，知道吧？因为羊奶粉往里面一放的话，它很容易把羊奶粉的那个营养给破坏了。你家也太热了，还行吧？我家屋里不热，家人们，我家屋里就22度，啊，20多度，家人们，屋里头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咱家屋里有多少度啊？咱家屋里头现在俺家花卷的这个猫窝里边是多少度呢？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屋里头是 22.1 度，看到吗？湿度是 66%， 温度是 22.1 度，所以屋里的温度现在恰到好处啊。羊奶粉卖吗？现在咱还没有羊奶粉，卖完了，咱家这款羊奶粉卖完了啊，没有了啊，现在也没有货呀，家人们啊，欢迎大家伙，咱给咱狗子发点零食吃，行吗？啊，给咱狗子给他们发点零食吃，我估计啊，发一圈零食之后，这个羊奶粉应该是就能喝了。啊，来包子来，过来包子，哎，包子跳去跳，包子跳跳，包子那种跳跳，一二三跳，一二三跳跳，哎，好，来，家人们，迷糊准备偷东西，你给我下去，迷糊下来。快把奶膏奶粉盖上，盖上了，奶粉盖上了，迷糊，迷糊给我下来，迷糊，你敢偷我的东西，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，知道，迷糊，你敢偷我东西，我今天跟你势不两立，来，迷糊，来给好吃的，来，兔肉啊，家人们，这个零食是兔肉的，含肉量高，90%多的含肉量，家人们啊，一包是75克，家人们，这个兔肉小零食一包是75克，今天咱直播间29.9块发5包啊。嗯，狗子老喜欢吃了啊，嘎嘎香了，铁们啊，嘎嘎香，给大伙拍一发5包，来，专门给狗吃的啊，家人们，来奖励一个，哎，听话，老四 ，seven， 虎妞，这个老铁们啊，兔肉的啊，你们想给自己家狗子买兔子肉的零食啊，家人们，这个。兔子肉的啊，就像是牛肉干一样，喂法就跟牛肉干一样，家猫啊，猫咪都老喜欢吃了啊，俺家包子都可喜欢吃了，含肉量高啊，所以猫咪也喜欢吃，拍一发六的，这么多狗生人去不会咬吗？咱家狗子非常的温顺啊，拉布拉多的性格会非常温顺，家们知道吧，啊，大家伙都养过拉布拉多，我也知道拉布拉多，知道吧，拉布拉多的性格很温顺啊，他们不会咬人的，知道吧？你看家们，你们瞅他一样长得就温顺啊，你瞅他一样就好欺负那伙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拉布拉多从来不咬人，也不乱叫啊，拉布拉多很好啊，都给猫吃点，做好了，我都给吃，都有份，来，老四，石榴，包子给你一个。啊，老四，老大，再问，他不是拉布拉多，那还不是拉布拉泰吗？是不是？俺家小明不也是拉布拉多那个？俺家小明不也是拉布拉多那个行列里头的吗？佼佼者吗？家们不是？啊，拉布拉多卖吗？拉布拉多的话，你们可以私信我，家们私信我啊，石榴来，老大，石榴来，好。老四，好，哎呦我靠，哎呦我靠，小迷糊尖，还得是俺家小迷糊，家人们还是小迷糊尖呢，啊，小迷糊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蛋子多少钱一个？家人们你们可以私信我啊，有需要的话可以私信我啊，对，
来，狗狗疫苗几个月开始打？45天就能打疫苗啊。狗狗45天打疫苗。哎，猫咪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给他们打疫苗。猫咪什么时候打疫苗？家人们，多少天打疫苗？猫咪需要小迷糊，小迷糊咱小迷糊不卖。哎，猫咪什么时候开始打疫苗？哎，你家好热闹，这么多狗狗，感谢啊，感谢家人们。没给三元店点关注，给三元店点点关注，是不是又从热门进来的好朋友们？咱直播间是不是有从热门进来的？没给三元店点关注，给三元店点点关注，老铁们，好不好？啊，有想买这个兔肉小零食的家人们啊，兔子肉的啊，拍一发五袋，家人们啊，29.9元五袋，合到6元一袋，家人们，这个兔子小零食一包75克，啊，合到6元一袋啊，家人们，猫咪有多喜欢吃呢？俺家包子。我一说握手，我就说给包子会握手，包子握手，看看包子再握手，哎，你看看包子，啊，你看人家大包，啊，好，包子握手，哎，小包真听话，人家大包子，包子再来一个，包子握手，握手包子，包子握手，握手包子，哎，你看看老四都不会握手，但是我家包子会握手。啊，换一只手肯定不行了，啊，换一只手肯定不行，包总肯定不会，俺家包总现在只会用那只手握手，啊，今晚指定是因为什么东西上热门的家们啊，没给三元店点关注，给三元店点点关注家们啊，咱家每天晚上9点半到10点的时候，一直到半夜，家们给大伙直播宠物娱乐直播啊。哎，给大伙带着狗子们玩游戏，家人们啊，没给三元店关注的话，关注一下吧。欢迎直播间里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来，小明下来，来，小明请下。啊，给大伙介绍一下，有没有不知道他们几个是谁的老铁们？啊，这位家人们长得黑不溜秋啊，长得咖啡色，这位是我四哥的儿子，也就是说小迷糊啊。然后呢，这位头上顶朵花，这个是我们家小老大啊。这位是俺家老四的媳妇儿，是我们家腐妞啊。这位是我四哥，也就是小迷糊的父亲啊。这位是我们家 Seven 来 ，Seven 你过来了 ，Seven 来，这俩是 Seven 啊。Seven 是咱家岁数最大的一只狗啊，家人们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俺家包子，这是包子，包子想要好吃的，这是包子，家人们。还有，哎呀，石榴呢？石榴跑哪去了？这是石榴啊，石榴是小迷糊的妈妈，家人们，小石榴是小迷糊的妈妈啊，也是我四哥的原配，家人们，也是我四哥的原配啊，小迷糊是咱们家的嫡长子啊，迷糊蛋子啊，俺家迷糊蛋子外号，家人们啊，外号神偷小迷糊啊，他愿意偷东西啊，这是梅超风啊，什么是梅超风？我想知道什么是梅超风，你们说啥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梅超风是什么玩意儿？啊？啊，给这帮小狗吸奶粉一次得吸一罐啊，家人们。啊。一次不得吸一罐啊。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太多了吧，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干啥呢？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嗯，用再放一点儿。
看画不画啊。给小狗喝，够了。这是不多，家人们，是不是有点多？我是不是需要再准备一个盆儿？啊？别太稀，够了，有点凉，再加点水吧，不凉，不凉，家人们啊，我这能感觉到它是不凉的啊，家人们。啊，我这能感觉到它肯定是不凉的啊，正好这个温度正好啊，我觉得这个量也感觉也够，是不是？这个量感觉也够，按比例冲。哎呀，家人们，这一盆我倒多少水我都不知道，知道吧？咱我把他们几个大狗先关起来啊，家人们，我先把他们几个关起来，然后喂几个小狗来，我给他们准备零食。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待会儿想买咱家狗粮的啊，咱家冻干五拼粮只需199米啊，家人们，冻干五拼粮只需199米，狗子不吃包退，老铁们啊，想买五拼粮的啊，你们家的狗不爱吃饭，狗子长不胖，不爱长肉啊，家人们都可以吃咱家这款狗粮啊，冻干鸡肉粒，冻干原切蛋黄，肉松鱼油羊奶粉，鲜苹果，鲜胡萝卜，粗蛋白含量大于等于24%。福妞来，福妞进来，福妞来，进来来，福妞进。老四出来，好，我先把大狗关进来啊，咱们才能喂小狗。来，再一个盆儿，一个盆儿不行。三要进笼，三要进笼，三要进去。好，给三要个奖励。好啊，老四老大进，老四老大进，进老大了，老大来，老大进来，老大。上次买的猫条，我家猫很爱吃。老大过来，老大来，老大过来，老大进来，老大进来，听话，好宝贝。啊，这个老大有好吃的，老大来，好，进老大进去吧，老大进去吧，给老大有好吃的啊，奖励一下子啊，再给老大奖励一下子啊，应该买个奶瓶喂小狗，他们几个现在会喝了，老铁们。啊，我给他们几个再整个盆儿，家人们。等会儿了啊，我给他们几个再整个盆儿，我怕整这么多奶草，他们容易洒出来，知道吧？或者他们容易踩地上。啊，等一会儿的，等一下，我先再整个盆儿啊。我把这个奶粉先给他们匀一半儿啊，先匀一半儿啊，先给他们整这点啊，老铁们，先给他匀一半儿。那我看他愿不愿意喝，咱让一个一个来，家人们，咱让一个狗一个小狗来啊，别多了，别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他们一会儿容易抢起来，看他喜不喜欢喝，看他会不会喝。这是咱老大啊，老铁们，这是咱老大。看老大喜不喜欢喝，闻没闻着奶粉味儿？嗯？没？他没闻着味儿。过来，来，头一回吃啊！他们几个头一回吃。哎，来，嘿，这俩上这儿来了。哎。不会吃，他不会吃，看着吗？他不会吃，看吗？盆太高了，不高不高不高啊！家们他们几个能闻着啊，来，害怕了，不行，他不会吃，不会吃，他等一会儿，等会儿啊，来，我给他，我往嘴边整一点，看不着，会了吧？还舔了吧？看不着，他只要舔了一点，他就会。是吗？哎，他舔了一点他就会。看一下老四会不会啊，你看老三会。
老三聪明，看看，秦老师，哎，看不着，只要他舔了一点，他就会，哎，看不着，啊，哎呦，我撅里头了，小五也过去了啊，小五，哎呦，我应该往底下给他们垫个垫儿，是不是？我应该往这底下给他们垫个尿垫再说，省他们走到哪都是。等会儿把盆给挪个地方，嗯，等会儿先挪个地方来，先上这地方来，上地方喝来，没喝够呢，哟，这小五，小五来，哎呦喂，哎，小五怎么栽里头了呢？来，老四来，来，这儿呢，快来，这正好，他们几这一个盆，他们正好，这个小盆，他们几个喝这一盆正好。哎呀，哎，我可算能歇会儿了。现在基本都会喝了吧？小小大现在不会喝啊。小小大怎么不喝呢？啊？小小大没喝着，我给他往里怼一下，他就知道会喝了，他可能会喝了，都会舔了，啊！小狗长大了，该加奶粉了，喂的壮实。嗯，他咋不喝了呢？你看小五喝的，小老四会喝呀。老大不会喝，看着吗？羊奶粉吗？对，给他们喝的羊奶粉，家们啊，给他们喝的羊奶粉，啊，咱们没点亮，咱点点亮啊。老大还没喝呢，老大他没下嘴呀，老大。嗯，老大怎么没下嘴喝呢？咱这狗粮是199米，加冻干五品粮啊！有需要狗粮的好朋友，咱可以拍单狗粮啊！冻干五品粮只需199米啊！狗子嘎嘎喜欢吃，不吃包退。哎，难道你们喝这点就喝饱了吗？还是让他们少喝一点？啊啊！我估计他会喝了，我估计他肯定会喝了。哎，你看看我说的吧，还是不会喝。第一顿饭啊，这是狗子们第一顿饭，老铁们。啊，小老四能喝，放糖不能，不用放糖，这就是专门给狗狗喝的羊奶粉，老铁们，不用放糖啊。哎，这是我们小老三，你看看小老三喝的，嗯，小老三喝的，那小舌头。小老大咋不进去喝呢？小老五跑了，老五跑了，不喝了，喝够了，应该是家人，他应该一顿喝不了多些，是不是？他们一次性喝不了多少，是不是？啊？打嗝了，啊！你给他不饿，不喝了。我想给小五喝点儿，小五来，小五你喝点儿来，小五，哎，小五多喝点儿。他喝不着吗？能喝着。我估计小五应该愿意喝，他应该不会喝的事儿。哎，好了，嗯，怎么还没喝呢？小五会走了。看小五走的好不好，家人们，你看小五走的好不好啊？用奶瓶喂喜欢，家人们，他们迟早都得这么喝，知道吧？咱不能说总给他们用奶瓶啊，用奶瓶是没有用的，用奶瓶的话是给那些不会舔食的狗给他们用奶瓶。现在他们几个现在已经不用奶瓶了，你们说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现在他们基本上不用奶瓶了。
因为他们几个会舔食了，家人们啊，会舔食了，肯定是没事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小奶狗还不会吃饭的小狗，他们给他用奶瓶，家人们还不会走的，他们几个会走了，也会舔，知道吧？还是需要让他们自己吃好啊。小狗缺钙吧，弄个盘子，盆太深了，这个盆不深呢，我感觉。啊，那不行，明天整个盘子吧。啊，他们几个就是没吃习惯啊，他们吃习惯就好了。啊，没吃习惯的原因啊，还得绑上点儿，巩固一下子。小五还是走的不太好。小五啊，小五呢？小五啊，这是小五。嗯，他得需要锻炼，知道家吗？他需要锻炼，也不能总绑着他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在我没直播的时候，小五一直都是被绑着的，知道家吗？你看奶粉。挺浓的呀，是不是？我把这帮大狗放出来啊，他们几个应该不喝了。你说他们几个还喝吗？他们要不喝的话都给大狗了啊。喝不喝了你们几个啊？老大还是大妹子？大公主还是大妹子？大公主还是大妹子？你说谁？老五啊？老，你看，你看小五，你看小五走的，你看小五，老铁们看小五走的可利索了，你看看来，你看看，这是小五，小五是妹妹啊，家人们，小五是妹妹，咱只有老大和老二是哥哥，剩下全是妹妹。大狗吃东西，别让小狗靠近，只有小老大和小二，他俩是哥哥，其他全是妹妹，家人们，啊，越来越好，欢迎大家伙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有想买狗粮的好朋友们啊。咱家这款狗粮非常不错，咱家狗一直都在吃，老铁们啊，我们家狗一直都在吃这款狗粮啊，199米20斤冻干5斤粮啊。小奶狗，感谢感谢我姐，小奶狗真的太可爱了。这是小老四，来，老四来。哎呦哎呦，这是小老四。咕咕，长得像谁？这小伙长得我感觉谁也不像呢，我怎么感觉他长得谁？他这长得像谁？哎呀，现在还是小的原因呢，家人们，还是因为小的原因呢。我估计再长大一点的话，就能看出来他们长得到底像谁了。但是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我四哥呀，是不是啊？你长得像谁啊？你长得像谁？哎，你长得像谁？你想让我抱抱啊？你想让我抱抱啊？啊？还有小狗没卖吗？就小二和小三啊，家人们啊，老二和老三，再给榜一姐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有需要小狗的话，你们可以私信我一下子，家人们啊，想买小狗的好朋友，待会儿可以私信我啊，哎。咱家的深海鱼油，家人们啊，咱你们想买鱼油的，家里的狗子有大量掉毛啊，家人们啊，大量掉毛，咱这款鱼油呢可以缓解狗掉毛，然后缓解狗的鼻头掉颜色啊，家人们，再一个提高狗免疫力，它里边添加欧米伽3，来了之后欧米伽3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啊，添加 D
B 呢可以促进钙和磷的吸收，家人们想买鱼油的话可以拍一瓶啊，4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啊。鱼油是买一瓶送一瓶啊，家人们你舍得卖吗？家人们我不舍得卖没有办法，因为咱俩养不了这么多，咱家养不了这么多，知道家人们啊，500只，咱5000块钱一只，老铁们啊，嗯，别人家卖上万，咱家就卖5000块钱，老铁，咱跟别人家不一样，因为咱家狗子不是金子做的，老铁们，知道不？啊，咱家狗不是金子做的，所以咱家卖的便宜啊，5000块钱一只，你们有需要可以私信我啊，私信我就可以了啊。对，小五胸好了吗？小五现在都能走道了，俺家小五现在都能走道了。刘老五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刘老五了，啊，看看，嗯，买了你家鱼油，狗狗真的不掉毛了，感谢啊，家人们啊，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他又尿了，嗯，5000便宜吗？啊，但是照别人家上万的，咱家肯定是便宜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啊。照别人上万那个肯定是便宜太多了，是吧？来，我把他们几个全放进去，然后这个羊奶粉让他们几个喝了，不喝一会儿凉了，是不是？没事没事，我估计也没事，家人们，我分成两盆啊。哎，不行，我们倒没倒过去了，我在遮啥呢？分成两盆，离小狗远一点。哎，他们三个一盆儿，好，一二三，出来，出来，哎，你们三个一盆儿，出来，干哈都抢一盆儿啊？啊，这么要说聪明，还得是小迷糊呢。嘿，这小迷糊蛋子是真聪明啊，家们你瞅瞅，这迷糊蛋子心眼子可真多，他们为啥不护食？咱俩狗子想让他们护食，他们就护食；想让他们不护食，他们就不护食，知道吧？嗯，你看咱俩狗子一点不护食，看家人们一点不护食，看家人们一点不护食。但是你想让他护食，他就护食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咱俩狗子比较能听懂人话，知道吧？迷糊蛋子来，迷糊蛋你惨这个才艺，迷糊回去，迷糊回去，迷糊，你护这个瓶子，迷糊来。迷糊来拿走了啊。好迷糊蛋子。好迷糊蛋子啊，你看见没，迷糊蛋子是不是护食，是不是护食，但是你不让迷糊蛋子不护，你不让他护他也不护，知道吧？哎，咱迷糊蛋子比较听话，咱那狗狗知道吧？嗯。一秒入戏，必须的，一秒入戏，老铁们。啊。都有的吃护什么。我就跟你说，护食的狗就哪怕它是有金山银山，它该护也不耽误，知道吧？家人们你们信不信，就算狗子它护食啊，就算它有金山银山，它该护它也不耽误，知道吧？是不是包子啊？是不是迷糊蛋子？腐妞来，腐妞把零食给拿，哎，腐妞来给我拿过来，腐妞来，虎妞儿，这导演训练的太好了。欢迎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，老铁们啊，欢迎大家伙儿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有需要手套的啊，给你们推荐一款这个手套。咱家这款手套呢，是一个食品级啊，食品接触级的手套，家人们老好了的手套，大家伙一定要拍一单。食品接触级手套，家人们啊，这一袋啊，家人们
这一袋一共是30只，30只手套啊，质量嘎嘎好了，兄弟们，这手套看了吗？有白色的，有粉色的，啊，19.9块，30只，特别结实，这手套。啊，家们，食品接触级认证，老铁们，就你做饭和面，家们，你包饺子、包包子啊，家们，你在家里干活，你都能用这个手套，知道吧？食品接触，它上面没有有害物质啊，上面没有有害物质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啊，有需要可以拍的，只需19.9块就能买30只，而且质量嘎嘎结实，老铁们。这质量嘎嘎结实，老结实了，看见没？你拽都拽不坏，就别说拽了，家们，这咱家这个，咱家手上你扎都扎不透，知道家吗？啊，你想扎都扎不坏，老铁们啊！有需要咱家这副手套的家们，但是我都可以拍的啊，嘎嘎好，老铁们，嘎嘎结实啊，看不着？19.930只啊，老结实了哈，老铁们啊，有大号的、中号的，还有小号的。大号的、中号的以及小号的家啊，想买的待会儿咱就可以拍的啊，19.9啊，一包19.9一包，一包里边有30只啊，这个手套，今天刚收到手套，挺好，手套挺好，挺薄的，是不是？猕猴蛋子，你要干啥？猕猴蛋子，小迷花。要全白可以吗？全白的可以啊，你拍这个白色的不就可以了吗？啊，这个怎么拍的？不可以全拍，挑这个白色的吗？这个半透明白，家人们，你可以拍这个半透明白的这个颜色，知道吧？啊，纯纯的狗贩子，咱直播间没有狗贩子，家人们，咱直播间没有狗贩子，因为咱不卖狗，不倒弄狗啊，只有把那个狗当成工具，那才是狗贩子，明白家人们？咱是把狗当成宠物，知道吧？人家有的狗贩子把狗当成工具，知道吧？啊，转手就卖，知道吧？一年倒腾70-80窝，恨不得一只狗让它一年生4回，知道吧？那是狗贩子啊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啊，那是纯把狗当成生育工具了，知道吧？那是狗贩子，咱是把狗当成宠物啊。这么多，怎么这么多？小五呢？小五睡觉呢，他们也睡觉，让他们回家吧。我让他们几个回家。哎呀，小五回家，让他们回家躺着吧。回家，让他们回家躺着，他们几个也不愿意。趴那点上，他们永远趴瓷砖上，知道吧？啊，酥肉鸡排38，酥肉鸡排呀，你们想要酥肉鸡排呀？来，我给大伙看酥肉鸡排啊，酥肉鸡排在哪儿呢？酥汁鸡排，哎，酥汁鸡排在第64个链接啊，35.9，20包。咱家酥肉鸡排几个了？我看几个了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是不是？我感觉他们几个喝奶粉应该是没喝饱，他们只不过是没喝过不会喝的事儿。嗯，要回购鸡排，我家狗都吃上瘾了。酥肉鸡排这个链接35.9，20枚。嗯，小五不能趴着躺着。我知道给他躺着家嘛，但是小五他一天老是被板着，知道吗？啊，我说实话，我瞅着挺可怜的，啊，他总是被板着啊，我就给他侧放着就行了，家嘛啊，他一天总是这么绑着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还有总是穿那个衣服，知道吧？他到晚上的时候，咱直播的时候就给他摘掉了，老铁们。啊，咱不是说那种，家人们，咱不是说那种开直播把狗狗绑起来博取大家伙同情那种主播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咱不用那么整啊，对不对？咱直播的时候把小狗给他松开，他别让他遭罪，是不是？咱不直播的时候给他绑上他啊，好像是你直播的时候你也绑上他，好像就是故意卖惨一样，是不是？博取同情，博取围观一样，是不是，老铁们？啊，为了以后好，别绑了。其实他平时是绑着的，小五平时是绑着的啊，只不过现在没给他绑。嗯，咱家这个酥汁鸡排是
35.9给大伙发20个素质鸡排了，行吗？啊，一包是60克，总共1200克的肉，家人们啊，里边全部都是鸡小胸，啊，家人们假一赔10，如果收到货有一丁点不满意，无理由申请退款，家人们60克一包，给你发20包，家人们全部都是鸡小胸，啊，狗子嘎嘎喜欢吃，不吃我都给你包退，而且猫咪狗狗都喜欢吃。绑着是对小五好是吗？绑着肯定是对小五好啊。啊，绑着肯定是对小五好啊。因为家人们怎么的，小五现在胸是平的，知道吧？你绑住他啊，不让他这个胳膊往外张。老铁们你没发现吗？小五这个胳膊动不动就往外张。你看家人们，你看你这给他平放了之后，他的胳膊是往外张的。你看别的狗，家人们你看别的狗啊。家人们，你看别的狗，你看它吧，它的胳膊不往外张，看见吗？就跟往前趴一样。但是这小五不一样，老铁们，你看小五这么你给它平放的话，它不是像趴一样，它腿往两边分，看出来没，家人们？腿往两边分这样式的啊。但是别的狗都没事，别的狗它往前趴，看什么？这就是区别啊，它有点板不回来，知道吧？所以咱每天都给它绑。小五留下来是个幸运的狗，笛子除迹对于小狗多除臭趣味最好用了，感谢家人们啊，太可爱了，谢谢大家。你把小狗都卖了，腐妞那么懂事，知道了还不咬你吗？腐妞啊，腐妞啊，腐妞肯定不咬我，因为腐妞是这帮孩子的保姆，知道吧？老大是这帮孩子的妈妈啊，腐妞是保姆，家人们，你说家人们，你说当保姆多难，老铁们，你说腐妞能生气吗？就咱俩这帮小狗，这要是找着新主人了，腐妞都可高兴了。你们知道为啥吗，家人们？你们知道为啥吗？你说这帮孩子给腐妞霍霍的，家人们，你瞅瞅这帮孩子给腐妞霍霍的，谁家小狗，家人们，给腐妞给他裹成这样式的呀？啊，人家腐妞也没发情，也没怀孕的，这帮小狗上来就给腐妞一顿裹，老铁们看着小扎头给裹的，看看，都给裹红了都。看着家吗？再给裹的，你说家们，你说如果有一天咱家这帮小狗都去新主人家里，那这腐妞高不高兴？是不是老高兴了，老铁们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因为俺家腐妞本身就喜欢孩子，知道吧？本身就喜欢孩子，腐妞傻不愣登的坐着就让这帮孩子一顿裹，一顿缩溜，家们一顿缩溜，知道吧？用出那个吃奶劲儿，家们缩溜了7期49个小时，多疼啊！是不是腐妞？但是我家腐妞还是愿意过来看孩子。腐妞依然愿意进来看孩子啊，因为腐妞有母爱啊。别让蔡家小分队啊吸了，不能再让他们吸了，他们这帮孩子有点不太懂事了，知道吗？吸了太狠了啊，对腐妞下手真的太狠了，家们啊，腐妞太可爱了，人家腐妞没喂过孩子呢，腐妞喂过孩子，家们，腐妞喂过啊，他以前只不过是啊。没喂过一个整个疗程，知道吧？他只喂过啊，就是没喂过多长时间。嗯，还有老几没主人了，还有老二和老三没主人，家人们啊，老二和老三，其他的小狗都有主人了。小迷糊蛋子，我再警告你一回，你如果今天再爬桌的话，让你今天晚彻底消失。啊，迷糊蛋子。纯纯的呀，真的家人们，纯纯的呀，真是不长脸呐！迷糊蛋子真是不长脸呐，家人们啊！我一瞅他，我就感觉到来气，我一瞅迷糊蛋子就来气呀，家人们，这迷糊蛋子一点不让人省心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家人们。大伙儿有没有用过清凉油的东西吗？清凉油就是抹在太阳穴上那个清凉油，家人们啊。这个清凉油家吗是9.9，给你发5瓶风油精加上10瓶清凉油。就是大家伙有那个
就是迷糊呀，就是不精神呐，就想提神的呀，啊，家人们，就是困犯困呐，就是解暑啊，老铁们都可以，就是脑瓜子犯迷糊晕，家人们都可以抹清凉油，明白家人们，往太阳穴抹，那个小时候抹过，家人们你们小时候抹过，往就是往那个太阳穴上抹，就是比如说晕车呀，中暑啊，啊，家人们就比如说。啊，还有发烧的时候也可以抹清凉油，家人们，就清热解暑的那种清凉油，用过吧？9.9块五瓶风油精加上10瓶清凉油，买过吧？啊，9.9块，啊，现在都很多地方没有卖的了，很多地方都没有卖的了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就比如说喝多了呀，难受啊，家人们，夏天了，中暑了，然后坐车呀，晕车了。啊，家人们都可以用清凉油，知道吧？9.9块合适，9.9块一单，啊，一单是给大伙发15瓶，老铁们，一单15瓶，头疼也可以抹，对呀、啊，头疼啊，往太阳穴上抹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往小太阳穴上抹，啊，清凉油，啊，我们小时候都用这个，家人们，啊，现在好长时间没用过这个。那天我看着有人卖，我寻思这玩意挺好，我也买了一单。这个清凉油还挺好的，铁们，知道吧？特别特别的，就是提神啊，尤其是你犯困的时候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你抹上这个东西之后，就感觉特别提神啊。多少钱一支？咱家小狗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私信我，老铁们啊。感谢大家伙啊，这是小五，小五又跑了，小五又跑这儿去了啊，看一下小猫。夏天被蚊子咬了也可以抹，对，被蚊子咬了，家人们，你可以把清凉油抹在那个包上，知道吧？它可以抹在包上之后，它可以帮你消肿，知道吧？清凉油和风油精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蚊虫叮咬也可以，才9.9块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总共15样东西啊。总共15样，家人们，10瓶清凉油加上5瓶精油清那个加上5瓶那个风油精啊，小五能走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大家伙啊，小五，你看小五过来找我来玩来了，小五这找我来玩来了，嗯，小五宝贝，小五没事了，小五现在还在每天还在继续给他绑啊，家人们啊，还在继续给他绑着点啊，给他就是那个。就是给他那个那什么矫正啊，家人们啊，这叫矫正，绑不好听啊，家人们，这叫矫正，给他这么快就好了，小五挺坚强的，嗯，小五毛长得漂亮，这是我们家小猜是老几啊，家人们猜是老几，你们肯定猜不着，你们以为是老大，其实他是老二啊。有时候老大和老二，我有时候老大和老二我也总是弄混。你说你往这一站，小迷糊，你吓我一跳。你说你长得黑不溜秋的迷糊，你往这一站，真吓我一跳。你要干啥呀，迷糊啊？你跟老爷是不是有仇？啊？感谢夜色美，感谢夜色美姐姐啊！这迷糊蛋子，老大最白。这是小老大，那个是俺家小老大，你们想看猫是不是，家们？我这回再让你们看猫，我戴上手套吧，家们，免得你们到时候再说三阳爹你总摸猫，导致那个猫吧总搬家，跟我有关系啊。我今天我戴上手套我再摸那个猫，老铁们，我今天我不瞎摸了啊，我戴上手套，哎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子，手套上没有我的味儿了啊，家们。哎，看看花卷子的孩子。呀，花卷子说停，别动。家人们，我不拿你们怎么能看见呢？家人们，我只有拿起来你们才能看见，我不拿你们也看不见呢。花卷子搬家了，搬上面来了，瞅着不太舒服。这不搁这儿呢吗？没事儿，家人们，没事啊，来，花卷儿。啊，你就在跟前看就行啊。感谢 DJ 北二环，感谢啊，感谢哥哥啊。咱就在花卷的旁边，没事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别拿远了，别给拿远了啊。
别天天拿了。哎呀，感谢北二环大哥啊，感谢哥哥，感谢哥哥送我们的礼物啊。这个这小猫还没睁眼睛呢，家人们啊，好好好，妈妈在这儿呢，妈在这儿呢啊，妈在这儿，就不给他拿走就没事儿。花卷子自己搬家的，垫子谁拿上去？垫子是我给拿上去的。你他搬家，他肯定搬不动垫子呀。猫没有安全感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那是因为咋的？这个东西今天掉了，明白家人们？大伙都知道，俺家包子、俺家花卷子和老大他俩是邻居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今天掉了，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老大从这个地方能看见猫，知道吧？他从这个缝里能看见猫，猫吧就在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他在这个地方能看见老大，所以呢，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安全感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家包子、俺家花卷子搬上面去了。小猫别掉下来，我怕的就是这个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说我把猫放在这个位置呢？家人们，放在这个位置上呢，家人们，最起码它掉不下来，知道吧？我就怕那小猫乱跑，跑到这地方扑腾一下掉下来，不摔死了吗？是不是？不要看小猫了，也是，知道？所以它搬上去的，并不是说家人们，咱们由于是我拿搬上去的，知道吧？我跟他拿没关系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！你们总不相信我，好像我总在这找借口。说实话，真跟我拿没关系。他要搬的话，早搬家了。然后再给二号麦点点关注了，你们北二环大哥二号麦啊。他要想搬家，他早就搬家了，老铁们，他不至于昨天才搬家，是不是？三爹，你还是把那个沙琪玛挂上吧。家人们收到货说好吃，沙琪玛，你们想买沙琪玛？沙琪玛，我看看沙琪玛有没有啊？沙琪玛在，沙琪玛有了啊！你们想买沙琪玛的啊？姐，我给你挂上了啊，在最后一个链接给你讲解一下子啊，这个沙琪玛啊，新西兰沙琪玛啊，家人们30根19.9块。30根19块，太黑了看不见了，不看了。哎，这能看着一个，这能看见一个。你说花卷子能不能，家们花卷如果懂的话能不能挠，能不能挠手机，突然挠我一下子。啊，丁立肖。娘了个泡的迷糊蛋子，我发现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，给我滚下去。迷糊蛋子，你又偷什么玩意儿？迷糊蛋子，我告诉你，小迷糊蛋子，今天你要敢拿，咱俩势不两立，你信不信？感谢北二环大哥，再给北二环大哥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你今天你敢拿，咱势不两立，这小迷糊蛋子。我下去，我说话好不好使，明白？确实太不像话了，天天这样式的。迷糊咋的了？你敢拿？你是迷糊蛋子？啊？你是不听话，是不给你撤你嘴巴子，迷糊天天上面偷我东西来啊，要偷这个，他要偷这个，你说我这东西还能往哪儿放，家人们，这些东西都往这放着，我拿着它也得劲儿啊，拿着它也方便呢，我不能把东西放井上面去吧。一点不搅味儿。下去下去，去去去，你再给我急眼，下去下下下去，你是不是想被关禁闭呀、啊，迷糊啊，下去下去，你是不是想被关禁闭，是不是想关禁闭啊，你是不是想被关禁闭，迷糊啊，下去下去，来去下去下去，迷糊来去啊，这么多人都来看你来了，迷糊，你给老爷攒个脸行不行？你听老爷话行不行？迷糊，
你别在这自己在这自己在这招黑，行不行？明花，你本身在大家伙心目当中你挺听话的，长得英俊，长得潇洒，长得还好看，是不是？唯独一个缺点就是没有蛋，是不是？明花，你别让大家伙以为你的缺点特别多，赶紧下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是不是没有蛋呢？你现在敢咬我，是不是？明花，啊，怎么了你了我？咱不要太为难小明花啊，明花可能说只是想在那坐一会儿，兄弟们，明花大呢可能只是想在那坐一会儿，他没有别的意思，知道吧？咱不能说把明花大呢想，你看这不挺听话的吗？小明花大呢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明花大挺听话的，明花大呢，让来摸一下子，哎呀，明花大真听话啊！哎呀。又该吃饭了，咱们我今天是不是有视频上热门了？今天晚上拍的视频是不是上热门了？家的，啊，今天晚上怎么咱直播间怎么蓬荜生辉呢？老铁们，咱直播间怎么蓬荜生辉？这么多老好朋友们都来咱家呢，家们啊，我想看一下子，咱俩是不是站起来了？老铁们，我想知道，也没站起来呀，啊，今天是咱直播间怎么蓬荜生辉？这么多人呢，家们。我寻咱直播间站起来了呢，我是天天都来，这怎么事儿？今天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人呢？你招人稀罕，我可不招人稀罕。要是我招人稀罕，我早就火了。那是因为啥？那是因为咱俩狗招人稀罕，老铁们啊，咱俩狗招人稀罕，不能算在我头上啊。我也天天来呀，我知道大伙我天天来，只要老爷直播，我天天都来。我以为是怎么事儿？我以为上热门了呢。知道吧？因为以前只有上热门的时候，咱直播间人才多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们点亮点的速度快呀，家们，咱直播间从来没有晚上点着，你看开播就点了20000爱心，是不是点亮点的快呀？天天来，欢迎天天来的好朋友们啊！啊，不看睡不着，哪天人不来呀？我天天来，我是，你没发现吗，家们？是，家们，我知道你们天天来。但是你们发现咱今天人数打底2000人以上吗，老铁们？咱平时不就打底1500人左右吗？今天打底2000人左右，今天差点上4000，是不是，老铁们？今天差点上4000人，我都觉得我比那个1000万的网红人都多，是不是？咱小粉，咱小网红，咱直播间能达到4000多人，我感觉挺厉害了，知道吧？比那个1000万、2000万的网红的直播间人都多。啊，今天有点不会了，我也不会说话了。啊，所以你高不高兴？那肯定是好啊。迷糊粉丝多，迷糊每天一直来看你下播，我天天来看迷糊家们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家们，你们哪怕来咱直播间，就是在这看着，啥也不吱声，就是在这默默的看着，你们也愿意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啊，啥也不干，就在这看着，大家伙都可愿意了，谢谢大家。家人们，谢谢你们啊！每天晚上都来我直播间支持我们啊。小明怎么没有尾巴呢？我给你们讲小明的故事啊！你们是不是想听我给你们讲小明故事？俺家小迷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为什么没有尾巴？至于这件事儿，我讲了不下10000遍了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比我骂小明的次数都要多。我们家小迷糊。啊，家人们，从小生活条件就不好，家人们又讲了，我也不想讲，有人问咋整啊，家人们，我就给你讲一讲他身世就完了，你们就明白咋回事了。小迷糊的爸爸，家人们，小迷糊的爸爸在小迷糊刚出生的时候啊，还不得而知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是没有父亲的狗，知道吧？小迷糊刚出生的时候不知道父亲到底是谁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知道小迷糊他妈妈，家人们，知道小迷糊的妈妈，小迷糊的妈妈是小石榴，家人们啊，因为小石榴是泰迪，泰迪出生3天之后都断尾，知道吧？但是断完尾之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嘿，这狗子怎么长得越来越比他妈妈大呢？啊，到最后啊，咱才知道。是老四的儿子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小迷糊出生的时候，他投错胎了，讲的可仔细了，明白了吗，家人们？因为小石榴他是以泰迪的身份跟咱们见面的，
啊，小牛刚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妈妈是泰迪，所以断尾了。如果知道老小牛的爸爸是老四的话，打死我都不带给他断尾的。毛始终不卷，对，再一个就是小牛的毛始终不卷，知道吧？再一个是小牛越长越大，啊，这是咱们家的新产物，老铁们，他的名字叫小迷糊，啊，请大家伙深深的记住他，老铁们。我觉得小迷糊这个名字它起到好在哪儿呢，家人们，你没发现吗？这个小迷糊你一听它叫小迷糊你就对它感兴趣。咱直播间为什么小迷糊的粉丝现在特别多呢？就是因为小迷糊的名字好记啊，你们可能不记得老四不记得十，但是你们记得小迷糊，这名字一听就如雷贯耳，是不是啊？这名字一听就感觉狗的有意思，是不是啊？一看名就想笑，是不是啊？榜一四哥铁粉，我知道榜一四哥铁粉每回都找我四哥，每回都过来找我四哥 DJ 北二环大哥，感谢哥哥啊，感谢哥哥喜欢我四哥。四哥给大伙展示个绝活，四哥来给大伙展示个绝活，来老四啊，你跟老爷说说当时你是怎么打算要小迷糊的，你们想不想看，家人们？你想不想看老四当初是怎么爱上石榴的，怎么要上小迷糊的啊？老四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子呗。啊，最多粉丝还是 Seven， 当之无愧，那肯定是 Seven， 家人们。知道 Seven 之后啊才知道小迷糊。三你要干啥，你要干啥，三吧啊，咋的了？三元好像要吃饭了，你要干啥呀，三元？怎么事儿？我上这边来，你要玩跑步机？三元好像要吃饭，三元在说话。呀，这小狗子怎么还出来了呢？这老几呀？这小狗它跟老四，它跟老大一样，老铁们看，你们看它头上，看头上了吗？他头上有个那个跟老大一样的那个什么，我估计这小狗长得指定像老大。你家那个花点儿的瘦马格勒的狗狗哪去了？花点儿的那个狗是那个花卷，你是那谁？是那个豆包，不是那个什么那个粘豆包，那个什么啊、哎？那个谁来着？家人们，皮蛋子啊，家人们，皮蛋子送到我小姨家去了啊，老铁们，皮蛋送给我小姨了啊，不在咱们家，他就找着新主人了，老铁们，皮蛋子。啊、嗯，咱俩狗太多了，整不了，养不了那么太多，知道吧？皮蛋子，家伙，狗太多了。三文还是有事儿，不然不会一直叫唤。三文应该是想吃饭了，应该到点了，家伙们，马上十点了，马上十二点了，知道吧？人走茶凉啊，那怎么能人走茶凉呢，家伙们？小迷糊蛋子，小皮蛋子，咱们肯定会一直记着小皮蛋子，并且以后小皮蛋有机会，我肯定会给你们直播呀。因为小皮蛋肯定不是找个好主人就是好命，对，家人们，他本身这就是找了个好主人。我跟你们说，以后你们肯定能看着皮蛋子啊，家人们。如果家人们啊，以后有时间我上我小姨他们家去，我给你们看皮蛋子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皮蛋子现在非常好，知道吧？我小姨把皮蛋就当宝似的，带走哪带到哪，打麻将都带着他，知道吧？小皮蛋现在生活过得无忧无虑，知道吧？四哥那么在那儿呢吗？四哥在我正前方，老爷嘴都瓢了。小皮蛋找了个好主人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但是找没找好主人，只有皮蛋自己知道，老铁们谁也不知道。我感觉我小姨挺好的，我觉得我小姨喜欢狗，因为我小姨之前养了一个金毛，知道吧？她之前养了个金毛，那个金毛然后呢丢了，给我小姨哭完了，哭了好几天，知道吧？我小姨养个小金毛，从小养的，但是丢了啊，哭好几天。感谢燕姐姐，欢迎燕姐姐，知道吧？自从那小金毛没有了之后，她再也不养狗了。知道吧？那天听说我要给他皮蛋子，家人们，皮蛋不没毛吗？再一个，他俩有孩子，知道吧？我说给你个整个无毛的，然后呢，家里也不掉毛，是不是？哎，小姨还挺高兴，是不是、啊，家人们？没事儿，你们放心就完了。哭了好几天，感谢燕姐姐，感谢燕姐，知道吧？自从小金毛没了之后，你这是复制，这是复制粘贴，这是啊。啊，皮蛋多好，多省事儿。小迷糊，啊，
猕猴总跟皮蛋打架。四哥，四哥认了，四哥，四哥，哎呀，我四哥呀，我四哥也操心，是不是？有好多朋友来在这看我四哥，我四哥往这一趴就行啊，我四哥还是有点上火，老铁们，你看了吗？家人们，四哥，你们说四哥这是泪痕吗？老铁们，四哥其实就是上火啊，老铁们，自己泪痕，如果要是我四哥始终都是这么点泪痕，就这么一大点，老铁们，你看四哥泪痕就这么一大点，多长一点都没有，四哥就是上火了。知道吧，他如果真要是有泪痕的话，到现在如果不给他治疗的话，你信不信这个泪痕能到眼底这个位置，能到嘴巴的这个地方，老铁们信不信？你们见不见过泪痕严重的？如果不给他治疗的话，他泪痕能到嘴巴的地方，老长了，知道吧？我四哥就是因为上火，我老是泪痕可咋整？四哥鼻子也不黑了，哎呀家人们，四哥可能天天操也操心吧，跟他姥爷一样头发发白了。我四哥五岁了，家人们，几岁了？2018年出生的，2019年、20年、21年、22年、23年，马上五岁了，家人们。老四马上五岁了，知道吧？他也再也不是当初的少年了，家人们。啊，别说了啊，老师，你想你感动了，老师啊，老师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少年了，家人们。啊，再也不是当初不爱学习总爱揍那个小伙子了，我四哥。啊，别说了，不说了，老师啊，不说了，老师不好意思了，家人们，老师也老了，老师也是为人父为人母了，啊，爷们儿，再也不是当初的少年了，啊，老师知道在说他，四哥可爱，我四哥40多岁了，榜一问四哥吃西瓜。吃西瓜吗？四哥啥都吃，我四哥不挑食，家人们，我四哥不挑食，嗯，欢迎家人们啊，咱喂狗了啊，我给狗拿狗粮去，看今晚给他们吃点啥玩意儿。哎，我今晚给他们吃素汁鸡排吧，家人们，今晚给他们吃素汁鸡排啊，好几天不吃素汁鸡排了，咱这些零食反复的来回吃，家人们，你们也想买鱼油的家人们，待会儿咱家鱼油啊，了解家人们。鱼油是拍一发两瓶，家里的狗子有大量掉毛啊，毛不好的好朋友们啊，毛不好的大量掉毛的好朋友们啊，都可以给狗吃鱼油，常吃鱼油的狗可以帮助狗提高免疫力，老铁们，而且里边添加欧米伽三，卵磷脂欧米伽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啊，家人们，促进机体发育啊，家人们，深海鱼油两瓶只需49米，在外面买一瓶，在咱们买两瓶啊，我直接给你发两瓶，买贵包退，家人们啊，买贵包退，假一赔十啊。知道吧，几个小狗呢，给大家看看几个小狗，我马上吃饭了，给你们看看吧，咱看完小狗咱吃饭了行不行，我今天就给狗狗吃的素汁鸡排拌狗粮，是不是素汁鸡排狗都嘎嘎喜欢吃，老铁们，我跟你说咱家素汁鸡排嘎嘎划算，老铁们，真的，咱家这款零食别人不卖，为什么？咱家是独家代理，素汁鸡排别人家没有卖的，咱是独家代理，知道吧，咱家拿着价格非常也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，知道吗？看小五来，给大家看小五来，哎呀，四哥脑瓜真光溜啊，你看老大脑瓜子没有四哥脑瓜光溜，家人们，老四脑瓜大本肉大，显得这孩子好像秃顶似的，你看老大，家人们，老大头发尖儿，你看家人们啊，其实 Simon 的头，家人，你看 Simon 这个头跟老四头差不多，知道吧，老大这个头呢，家人们，老大的头顶上有个尖儿，他不是脑板的本肉瞅出来那么大，但老四盆了，走本了可大了，就感觉家人们就是有点那个啊，反正脑瓜大锃亮啊。你看虎妞这头啊，俺家虎妞头上有个坑，虎妞头上有个坑，你能看出来，家人们啊，虎妞中间这个有个坑，老大头顶上有个尖儿啊，老四头呢光溜啊，家人们，猕猴蛋子呢？猕猴蛋子。这不能叫猕猴蛋呢，一叫猕猴蛋都跑了。猕猴蛋在这儿呢，猕猴蛋的脑瓜不用看了，脑瓜小啊，家你看小脑袋瓜，小细脖，干吃饭不干活。一瞅小猕猴蛋子，你就这样，家人们啊，我都编出了绕口令了。想看小脑袋瓜，小细脖，干吃饭不干活，只会偷东西，还没完没了的偷啊。他跟老四还不一样，没随我四哥的精髓呀，没随上我四哥的精髓呀，家人们啊。长得像虎妞，
罪犯吗？腐妞谁生的？腐妞是别人送给咱家的，老铁们。腐妞，啊，是来自一位石家庄的一个好姐姐送给咱们家的，家人们啊，送给我四哥的一份大礼物，啊，送给我四哥送来的媳妇儿，家人们，那是我四哥的媳妇儿。啊，我四哥这辈子一共娶了两个媳妇儿的吧，一个是小迷糊，一个是小石榴。小石榴是我四哥原配，老铁们，这是他自己，这他是自由恋爱，家人们啊，小石榴是跟我四哥他俩是自由恋爱，知道吧？啊，那石家庄到东北还挺远的，自己给托运的吗？人家直接给托运的吗？人家托运钱都没要，飞机托运回来的人都没要钱，老铁们，你们看看。啊，专门送给咱们家的鱼油拍一发两瓶，家吗？啊，吃饭吃饭，我给大家我看小五，你怎么还落单了呢？过来来，我给大家我看小五啊，这怎么还落单了呢？对，都在这一堆，家们你没发现吗？他们几个都愿意上地砖上睡觉，为啥？因为咱屋里头热，知道吧？咱屋里头本身就热，别说了，看小五来，小五呢？你看你们几个真能欺负小五，你看看。这给小五压底下去了，看看，这不小五搁这儿呢吗？这小五好不容易好一点，让你们这顿可顿欺负。这小五也不吱声，你看看，啊，不能压着，这给小五压的，啊，这小五也不吱声，就让他们几个压。啊，我感觉他们几个应该是在稀罕小五，你们说呢，家人对不对？啊，只有稀罕的时候才会往他身上凑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他们可能都喜欢这个小妹妹，啊，因为俺家小五在家里排名最小，啊，他们指定都喜欢这个小妹妹，所以都往他身边靠，啊，靠着靠就给压上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鱼油，深海鱼油，拍一发两瓶，家人们啊。咱家鱼油总共是120粒，一瓶是60粒，总共是给大伙发120粒，一共是两瓶啊，在外面买一瓶，在咱家给你发两瓶啊。困得睁不开眼睛了，就是压坏的，不能是压坏的，老铁们啊。好，吃饭吧，家人们。小五现在基本上能走道了啊，他现在基本上能走道了啊。啊，小小不吃奶了吗？吃奶，老铁们吃奶。但是呢，咱就是现在呢，给他们加点狗粮，知道吧？给他们加点狗粮也吃奶，啊。但是老大现在奶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好了，知道吧？现在每天加少加，一天吃，今天吃的少，明天再多吃点，啊，一天比一天吃的多。现在就给他们少加点羊奶粉，啊，现在还没到给他们加狗粮的时候，啊，家人们，等完全断奶的时候。我再给他们几个加狗粮，等他们几个能跑的时候吃饭啊，能正儿八经吃饭的时候再给他们加狗粮啊。那个黑棍是老几？哪个黑棍？你说哪个黑棍？黑棍，那个黑棍，你一说黑棍我就知道谁了。你说那个黑棍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家人们，你说是不是迷糊蛋子啊？黑棍是老几？我的妈呀，家人们，咱家头一回有人给小迷糊起名叫黑棍啊，头一回啊，家人们啊，我看这是哪位老铁，圆圆老铁给小迷糊起名叫黑棍，哎呀，这个名字说实话用在小迷糊身上也恰到好处啊，不能乱指我们迷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用在小迷糊身上可以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给小迷糊气够呛，你瞅瞅，你瞅瞅。别墨迹了，赶紧喂他，给他们吃饭吧。来喽，啊，吃饭吃饭，家人们啊，鱼油大伙没拍鱼油，拍鱼油啊，我给他们整饭去啊。小明多英俊呀、啊！你说你想，哎呦，呀呀呀呀呀！刚想唱一首歌，这老天爷不想让我唱歌啊！啊，黑棍，没说恶棍就不错了。多少钱一只？家人们，你们想买狗的话，你们私信我啊，待会儿私信我啊，然后呢，我去给他们求狗粮去，给他们求点素食鸡排，咱们今晚给他们吃素食鸡排。鱼油是拍一发两瓶，家人们啊。我离云
哎呀，吃饭了，我看你。我这还有点。快点儿，你弄啊。咱不多了，估计两个人加一块儿，正好够他们几个吃的。哎，老爷家，老爷家是无产者，没有两，没有南天，恶棍一族，没毛病，真实，实的又垫脚了。欢迎大家伙啊，加上咱点点亮啊，来，石榴怎么回事？石榴没事儿，家人们，小石榴就是走道走习惯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找人看过小石榴那个脚，就是习惯了，我你们，他那脚没事儿啊。我给大伙擦擦屏幕，大伙有点看不清了啊。哦。有好多小狗，它都愿意那么走道，家人们，好多小狗泰迪都愿意那么走道。嗯，丸子不好使呢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咱们有需要狗粮的啊，咱的狗粮在第九个链接，狗哥不吃包退啊。冻干五斤粮，里边冻干也多啊，家人们，冻干也多啊。来，过来，坐好了。到12点就开饭了。来，咱们来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你别看咱家狗子吃饭晚，但是呢，咱家狗子每天晚上都是这个点吃饭。他们几个每天都是这个点吃饭，所以他们那个生物钟养的特别好，知道吧？习惯特别好。咱们来啊！我跟你说，生活作息再不规律，家人们啊，生活作息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是只要你规律，那就是好事啊。就怕不规律。咱们坐这儿。你看，家人们，就像我似的，我天天晚上两三点就睡觉了，怎么？说我每天都两三点睡觉的话，我肯定是规律的。
哎，怎么能卡呢？卡了？怎么没网了呢？不是不是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没有网的事儿，是因为没有网了，跟手机没关系。看着啊，这个地方是个网。怎么可能没网了呢？可能是哪里检修了，不能啊，怎么可能没网呢？你看，正常这俩蓝灯，正常两个蓝灯。你看，我先连上 WiFi 了吗？看家们啊，我现在是不是连着 WiFi 呢？看看啊，不行，没有网。行了，家们啊，今晚直播就到这了，跟大伙说一声啊，没有网了，我这手机没有多少流量啊，我这手机没有多少流量啊。哎，吃完了，饭都吃了了，都吃完了，正好吃完了。我刚才捅咕半天，我刚捅咕半天怎么不好使呢？结果我等我再一打算要那个啥的时候，都关播了，自动停播了，没有网。白天播，白天播，白天播。老人家不是有不是 WiFi 吗？是啊 ，WiFi 现在没网啊，看看。我下面上面连的 WiFi， 但是现在 WiFi 没有网。你看，请检查网络是否连接。没有网，月是欠费，不可能欠费，不可能欠费，前日刚交完费。无忧干也不好使，不好使，我关了，不好使。你看，一个黄灯，一个蓝灯，不好使。刚才刚关的这个路由器，刚关的。吃完饭了，行了，家人们，咱直播也到这儿了，今天晚上啊。我这个手机是专门直播的手机，知道吧？现在我专门，我正在哪个手机？专门直播的手机没有流量，知道吧？我这个手机有流量，这个现在正在给你们拿手机没有流量，这个手机是连 WiFi 直播的，啊，这个手机里没有卡，知道吧？没有流量卡，只有电话卡。那电话卡一个月好像也就是几个 G， 也就几个 G， 啊，像这手机基本都是大网卡。
啊，所以我今晚就不播了，家人们啊。好了，明天见吧，家人们啊。对，这手机里没有网卡。光猫的事儿，我看一下，我检查一下我去。拜拜拜拜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啊。拜拜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啊。